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我们现在在哪？三景店，好久没有录 vlog 了，所以今天就想出来给你们录一支长白山之旅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次住的酒店。进门呢，这里是有个镜子，然后这边是浴室，有个浴缸。完了以后，进来有两个床，有一个阳台，我超喜欢这个阳台，因为出去可以看到雪，好多好多雪，还有小山。看我现在的装备，就是非常的优衣库，我这全套都是优衣库，除了帽子，帽子是 COS。出门感受一下这个温度，外面温度还可以，没有那么冷，其实没有我上次去松花湖那么冷，天气好好，今天阳光很棒，在外面。哦，好 peaceful。 这次呢，我们是受邀请来看这个 COS 的新的一个雕塑。 COS Holiday 呢，今年就是在长白山做了一个新的雪雕，刚刚我们在楼下已经看过了，就是远距离的看到巨大。然后明天呢，早上先8点起来跟艺术家通个话，然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那个雪雕，一定会很震撼。刚刚呢，我们去吃了个午饭，等一下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去滑雪喽。但这个滑雪，它雪场不是跟酒店在一起的，应该要坐车啥的。这次我一定要学会换刃，上次我在松花湖就还没有学会换刃，这次我自己再练习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就 OK 了。我早起一天，好舒服，精神感觉整个都很棒。你看我们两个视频博主，西卡的帽子巨可爱，小猫戴的额头痒死了，一直在挠我。大家早上好，刚刚忘记说话了，化妆的时候，现在想说可以边化边说话。晚上我干嘛了？按摩吃饭。对，就忘拍了吃饭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食物也不是非常的诱人。按摩完了以后回来睡觉，10点11点就上床，然后昨晚上我就疯狂的做梦，因为我的酒店床面前有个电视机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做梦，就只要照到我的身体。今天我们元气满满的起床了，快8点半了。我马上化个妆就要下去，好久没这么早化妆了。我特别喜欢 Air 的这盘修容，因为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把它当眼影来用，就非常的功能性。腮红打一下，我最近超喜欢用腮红，用的是这一盘。什么腮红？ Flat Beauty。漂亮。这个颜色就很浅，还挺适合我的。我不能化太重。妆妆已经化完了，吃个水果。太饿。Tika 还在化妆。他化妆也很快。你在画腮红吗？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， 戴了一个耳罩，然后下面是 Ella 和 Zara 的这个毛衣，然后还有个白色的裤子是 Sika 借我穿的。哒，我要出门了。露出来就是上上下下，一会儿进去，一会儿陷进去。我现在走过去，哎呦，哎呦，各种，算了，不录了，实在是太滑了，要好好的看路。超喜欢冰糖草。
还有什么橘子，还有什么枣子，枣子啊，要吃啦。今天了，好舒服啊，躺在床上。今天好冷，今天不想滑雪，想要休息一下，但还不知道下午要干嘛。太舒服的房间里面。我们现在来干嘛来着？我都忘了。钓鱼。我们现在来冰钓啦。西凯在拍 vlog， 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帐篷。对，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边，然后外面特别特别冷，然后到里面呢，它是一个封闭式的感觉。我们好少。这个好，可以帮我说掉。有鱼啊。我不行。现在就是准备就绪了。这个先要松一点。我们已经坐了多久了？半小时了。有了吧？啥都没有。封印了。旁边的帐篷已经尖叫了两次了。我们啥都没有。旁边一直说：“哎呀，沉死了，沉死了。”Oh my god！ 那肯定是。真好，我受不了。昨天晚上实在是喝太多酒了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超级难受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滑雪了，缓了好久才缓回来，现在就在这里乱晃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雪景。然后明天呢就要回上海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 so sad。 哎，刚才很好笑的。他会跟他赚钱。你要被围攻了，你要被围攻了，不要咬我的衣服呀。哇哦，这里还有好多我最爱的旺旺 QQ 糖，我喜欢吃这个味道，你们喜欢吃哪个味道呀？留言告诉我。我现在在逛泳衣，因为我们没有买啊，没有带，所以只能逛。太顶了。你不看四三幺，他那个东西码根本不准，你就觉得他能不能穿？那我要小一点的这个。对，没有，反正都是大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夹一下吧。换上了泳衣，太搞笑了。我们改造了一下那个超市买的泳衣。你们看，我们俩买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像不像两个要去跳芭蕾的人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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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搞笑了。还行还行，就后面扎了一个这个，然后把他的袖子都扎在后面了。西凯换上了他的泳衣，还可以还可以，他这个蛮可爱。对，太搞笑了，我们三个超市泳衣 girl。 哦，在外面添淀粉了，温泉呐。西凯在后面。哦，我的裙子都浮起来了。我现在最搞笑，这个裙子在水里面。嗨，好美啊！暖和。比较繁华一些。来表演一下，昨天在室外的时候想摘手套用鼻子玩。